香港电影超级联赛第三回合嘅赛事，今日嘅辩题系港府应强制本地医护专科毕业后在公立医院服务一定年期。对赛双方为正方胜过落选。雙方嘅辯論員，正方主辯，同學，正方第一副辯夏希同學，正方第二副辯楊富林同學，以及正方結辯陳嘉誠同學。反方主辯鄭婉晴同學，反方第一副辯李仲賢同學，反方第二副辯譚輝同學，以及反方結辯李慧朗同學。我哋好高興請到三位評判為今場賽事評分。佢哋分別係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粵語辯論隊前辯論員何浩章老先生，香港教育大學辯論隊前隊員黃志成先生，以及基督教聖約教會天樂中學中文辯論隊教練吳秀正先生。發言時間為4:33:4，公辯則為每方兩分鐘，自由辯論則為每方三分鐘。每次發言時間結束前30秒，有叮一響提示；夠鐘則有叮兩響提示；超時15秒則會連叮幾下。詳細賽規已經發布予各參賽學校。如果比賽期間出現任何問題，不可能計時會暫停比賽，交由三位評判即場作出裁決。請問在座各位有冇問題？如果沒有問題的話，現在先請正方主辯發言，你有4分鐘的時間，準備好做分享的前事。主席、評判、各位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眾所周知，香港公共醫療系統長期面臨人手短缺。根據衞生局調查，2020年醫管局同衞生署分別短缺6000名專科醫生。並且預測2030年會升至800名，進一步令到公共醫療系統百姓負荷。長期嘅短缺人手供應，面對更龐大嘅病人需求，很多病人受醫療服務度過萬，服務時間過高，加上人手短缺問題，現在全世界嘅醫療系統都有問題，長期而言一定需要培養同挽留人手。針對呢一種情況，行政長官李家超上任後第一份嘅施政報告提出，所有醫護包括專科醫學，喺畢業後要被公立醫院入職一定。根據專科醫生名冊表示，由2021年開始，每年大約可以提供300名嘅專科醫生，實際推3年就已經係近乎現時嘅短缺問題。至於一定年期係幾耐，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就表示，一定年期要根據每個專業嘅人手質量情況不同時間而制定。而我方今日行政辯題標準就係強制專科醫護服務可唔可以解決現時嘅醫療問題，兼且提高現時嘅醫療系統質素。我方今日同意辯題嘅有意義：第一，提升供應，集中惡化，強制專科醫療畢業後喺公立醫院服務，可以減低整體嘅醫護工作量，改善工作環境，從而減少醫生流失率。根據醫管局，專科醫生流失率由2021年嘅4.1%，回升到2022年嘅8.1%。中文化問題研究所1300份問卷調查指出，已經離開或者考慮離開醫管嘅醫生，都因工作量過大或者嘅主要原因。另外，截至2022年6月30日，全關節治療術預計平均輪候時間近6年。由此方面，人手短缺導致工作效率差，工作負荷大，醫療系統再次爆煲。有理啲原因，
因，所以醫護受身體性意欲唔求平靜，人手再次減少，造成第二次感染得更多嘅病人，呢件事情不斷惡化，導致後續惡性循環。第三種方，現時公營醫院嘅專科醫生只佔全香港專科醫生嘅數量嘅五成，但佢要處理嘅病人有全港九成咁多，證明人手短缺係成件事嘅始因。因此，增加醫護人手極其強制，我哋醫護專科畢業後嘅購買欲望一定持續有用，亦都係最快起效嘅措施。每年應屆畢業生可以立即投身到香港醫療上，以最快速度填補空缺。同樣唔單止可以喺一年之內解決輸入人手短缺問題，亦都因為醫護人手需要幫手，為工作人手下降，同時改善工作環境，減少醫護人手嘅機率，進而防止惡性循環。香港大學外科學系林強教授林家傑都表示，認為強制專科醫護畢業生服務可以改善人手問題。第二，挽留經驗同埋重質素。專科醫護經過專科訓練，持續了七年的非公營醫院服務經驗，更令佢哋自己專科嘅權威。因為專科有豐富嘅知識，亦比相當於培訓專科人才嘅醫生。如果培訓咗呢一班人隔行唔出世，實際醫生就失去學習機會。專科醫護醫專副主席、香港內科醫學院院長李錦葵都表示，專科醫生唔靠法律去培訓基地，去培訓新人就前途不計。如果任由呢班資深嘅醫護離開，不培訓香港成醫療系統嘅責任，由邊個承擔呢？甚或醫療系統嘅進路，護護之功係咪有方壓中退無所謂呢？最後想問，有冇同學提出解決方案，可以強制俾強制化解決人手短缺問題？多謝大家。正方主辯發言時間為3分33秒，無支持，需扣分。接住落嚟到反方主辯有4分鐘嘅時間，準備好請先向計時。謝俊學，喂，有方今日話要限制醫護留喺公立醫院工作，係基於人手不足。我方認同人手不足嘅問題要解決，但你嘅方法根本唔理想，先討論可能性。執業律師林志友指出，基本法列明香港居民有選擇職業嘅自由，而僱員受僱傭條例保障，只要俾僱主通知期或代通知金，就可以合法終止僱傭合約。到底點樣兜過上層令法例強制醫護留低？有方要解釋，作者係有方嘅方案，交代得唔清唔楚。如果唔履行留低承諾，又有冇罰則呢？對方冇交代，故此行為辯題就要審視方案能否有效解決問題，並且長遠有利之醫療體系。我方反對辯題原因有二。第一，未能應對核心問題，無法改善流失狀況。有方認為有機制就去逼醫護留低，但連醫護去邊都唔知道。本港醫護人才嚴重流失，上年度總醫護離職人數約3300個人，但內部調查中主要因為移民，多四成三個護士諗緊移民嗰陣，當中10%已經搞緊移民手續，所以哪怕強制服務年期，先可以去其他私家醫院，根本起唔到作用。而非移民護士離開嘅原因係本身公立醫院太唔人道啦，醫管局入職行政管理約30年，先後出任多個聯網總監陸志聰表示，滿足感最影響醫護離職意欲。舉例無法向病人慢慢解釋療程，導致醫護個心唔安樂啊，覺得對唔住病人啊。佢相信醫護唔怕辛苦，最驚係辛苦得嚟又幫唔到病人。而註冊護士劉海文則稱，公立醫院家常經常出現以患人手失衡，令工作壓力大增。根據觀察，前線醫護係因為工作環境惡劣離職，若未能改善工作環境，都會離開。面對惡劣嘅工作環境，如果唔改善，就算強制一定數量嘅醫護都達到年期限制，該批醫護認為滿足需求，反而離開嘅數量更多，問題只係之後解決。第二，減少入職意欲，長遠出現更多人手空缺。在取得專科資格後離職，就可能因為想照顧家人、生仔，甚至厭倦醫院工作，轉換人生跑道。強制醫護留低一定年期，某程度上阻住個人人生選擇。更加重要的是根本根據現時機制，哪怕外國讀醫回來用特別註冊，只留低5年，但有方沒有講到話要限制多少年。公共醫療學生協會主席凌兆治醫生指，當本地專科醫生被綁定一定年期，係只係會影響本地香港收生率，難免挽回人才，讓學生因為出路更廣闊，考慮到外國讀書。如果年期綁得太長，係會直接影響學生收生。並非如局長所講冇其他擔憂，為解決人手短缺問題，我方制定短、中、長機制。短期，我方倡議港府向醫管局增加撥款，提升公立醫院工作嘅醫護兩個薪酬點，令佢哋同私營醫院
薪酬體制長遠維持比私營多出5%，搶人才。中期我方參考澳洲，為醫科生提供留職獎學金，滿足一定年期就可以發放，及制度約滿酬金，減少員工中途轉工。長期我方推動社會醫療，令市民減少依賴急症公營醫療服務，改善醫護工作環境。最後想問友方，你文憑試攞住35分，如果一定要你攞住咁長一定咁長嘅時間做同一個崗位，唔俾你走一陣，仲會唔會選擇醫科呢？多謝各位。反方主辯發言時間為3分32秒，冇超時，請扣分。接下來是公辯的環節，公辯一方可自由挑選對方一位辯員回答問題，並打斷對手發言追問。回答方不得反問，亦不得打斷公辯一方發言。如果違規，公辯一方可即時指出，並不認同可直接扣分，每次1分。如公辯一方如常發言，評判可自行決定是否扣分。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聲明注意，填寫公辯分數時請特別留意填寫的次序，特別是反方的分子。第一格依發言次序是回答分數，第二格才是發言的分數。好，現在請正方派出一位辯論員作公辯，請你自由選擇反方一位辯員接受質詢。正方請反方主辯。好，正方公辯開始，還有2分鐘的時間，準備好請先兩位前置。所以今日見到中大領導同你講醫護離職原因，唔係因為唔夠錢，唔係因為唔夠人工，有方加人工係咪可以解決佢嘅問題？係可以解決問題。有方點解可以解決到？佢都唔係佢想離開原因啊嘛。不過你哋係醫療嘅。依然是因為工作環境太惡劣喎，係啊，所以有幫到資源話係工作環境太惡劣啦。咁講嘅係因為人手唔夠，所以先至咁惡劣，醫生壓力咁大，點解唔係增加人手？咁但係你哋嘅方案係強制醫護留低喎，邊個想逼係會想留低嘅咧？唔會再行反效果。所以有方根本完全論證唔到，所以加人工係咪可以加人工加到同私院睇齊？加咗咁耐人工，點解都加唔到同私院睇齊？有方係要論證。所以有方達唔到啦，所以咧加人工有方咧唔可行啦，所以再睇有方啦。有方第一個論點同我講咧，擔心人才流失，佢擔心移民今日強制都強制唔到㗎。但係有方同樣加人工係咪留得住啲人？不過你嘅方案都係留唔低到嗰啲人留喺公營所以係啦，有方好奇怪啊！原來今日當有方自己都解決唔到移民，就問我哋點解可以解決移民？所以移民根本係其他因素，根本唔係呢條辯題討論範圍。所以再問有方啦。今日講緊係失衡問題，點解可以單單透過你所謂嘅中長短期有關係要調整成效？咁不過你哋冇我哋嘅方法可以令到減少流失嗰個。點樣減少流失？佢加人工都話唔係問題，有方自己識講啦，有方承認啦，係人夠嘛，呢邊少人手嘛。不過你哋限制比我哋嘅方案更加差喎。所以有方從來冇講過差。所以有方自己都唔知道我方，所以有方都唔知道自己論點，我方差喺邊度啦。所以再睇啦，原來今日當70%嘅中大，70%嘅人都係話點解要離開，就係因為佢工作量過大咯。咁唔係淨淨加人手就可以做到嘅咯。謝方，請你。好，跟住輪到反方公辯，反方請自由派出一位辯員同公辯。OK。好，反方公辯開始，有2分鐘嘅時間，準備保持先兩位選手。有方同阿 B 公法第33條承認。其實我哋主辯已經有講到明，基本法第33條列明香港居民有選擇職業嘅自由。咁強制醫護留低服務一定年期呢個機制有冇違反基本法？會唔會控制司法獨立？就係因為而家你將你啱你21E回答我會定。點解唔會強制一定年期？咁即係唔俾香港居民有自由選擇職業嘅權利啦。咁即係違反咗基本法一定程度。咁即係點解唔同意啊？咁你可以點樣解決？就係因為而家起咗條實，因應呢個方案起咗條法例之後，我哋就會經過唔同嘅。咁即係修改基本法咧？你嘅意思係？
話要跟黨法嚟，咁即係修改基本法，佢違反咗基本法嘅。你話你承認呢個冇問題？修改基本法冇問題，咁即係有方同學都知道呢啲就係有漏洞，違反基本法會面對司法覆核風險，所以話要改基本法。再問你啦，你想強制幾多年啊？我啱啱已經重複咗一度，重複已經表示我每一個專業都有唔同嘅目標程，而且係根據唔同專業人士嘅定義，唔係我哋今日判斷。咁問翻阿方啦，你如果想強制年期，你想所有部門同一定唔同部門？啱啱已經講咗唔同，係因為每一個年期醫護唔同嘅專業有唔同嘅輪候時間，都有。咁你點解要透過啲醫護唔會去比較年期較短嘅部門咧？他已經是培訓了，所以他根本就是每年的應屆，譬如新男職去投放，根本就不會影響他情況。而且我都講了，我們可以兩年半男職可以去填補這個60名的空缺，那你證明，那你都證明不到，有方誒有方同學都證明了可以，你嘅辦法係可以滿足。唔係，請辦方負責公義嘅。對個大家好，首先睇右方，佢好愛護基本法，我覺得好明。但係嗰樣係今日講嘅係，原來咧現時機制底下，今日咧要讀內外醫護嘅內外全學士嘅時候，佢同樣要實習噶嘛，同樣都係要強積佢喺公立醫院服務噶嘛。所以咁樣嘅情況底下，有方要答翻我啦，究竟係咪現時政府嘅醫療架構已經反對緊，已經違反緊基本法？所以有方落失好奇怪啊！但係根本其實雙方都知道咧，係希望醫護更好工作環境，所以有方都唔否認咧係要減低醫護醫生嘅工作量咯。所以咧雙方嘅分歧就在於應唔應該強制，成效好唔好手段三方面。所以第一我哋先睇應唔應該強制。咁阿福好退㗎，佢承認咧原來短缺有問題，只係唔認手段。第二方好簡單，公私營失衡問題嚴重，唔強制嘅公營醫生繼續惡化嘅短缺問題。要改善咯，基層市民無法接受基本嘅治療，甚至無法去令市民有更好嘅醫療，叫佢繼續喺急症室排，叫佢睇專科要排119個禮拜，呢個係咪有方所不見嘅事咧？所以咧，我哋再睇第二啦，成效。今日嘅討論咧，可唔可以確保強制完之後咧，啲人唔會走？但用同樣強制醫生喺公院服務嘅人，海外醫生嚟做對比，醫管局有40個非本地培訓醫生嘅申請，所以見到係原來你強制海外醫生，海外醫生都願意嚟香港做啊，咁何況係今日本地培訓，點解唔會願意留喺香港做呢？所以有方再驚啲啦，佢話咧會完咗一定年期啦，會即刻加入私營體系，加上公私營失衡。但有方承認咗啦，原來做完咧一定會增加到嗰一定人手咯，所以每年300個。專科醫生的時候，原來我哋而家約短缺只係600個嘅時候，唔明白要轉啊！只要短短2-3年點樣解決到咯？所以當咁樣嘅時候，整體醫生工作壓力低咗，自然解決到佢哋嘅憂慮，加大咗留喺公院嘅誘因咯。所以再睇有方好驚嘅反效果啦，可能係移民。移民啱我質詢都講到啦，根本雙方都無法解決，因為其他因素根本唔係單單透過呢啲加薪金去諗。唔係同有方嗰啲所謂加薪工去諗住，而係講緊政府嘅宏觀措施，唔應該只係針對今日講緊係一定年期咯。所以再睇啦，有方話驚啲醫生咧，因為有限制，所以唔去讀專科醫生，唔去讀科。但係講緊係咧，分兩班人要睇，第一班咧就係為錢而做醫生嘅學生，跟住讀完醫學士，唔係喺公立醫院做過6年啦，都捱得過嘅時候，點解讀完專科就會捱唔過啲所謂問題呢？所以咧，無論點都會繼續讀落去。第二班係真心為足救人嘅醫生，無論待遇有幾差，有咩情況都好，佢哋都會願意服務市民。喺公立醫院對待遇差嘅嚟講，根本唔會影響到佢讀專科嘅意欲咯。所以咧，最後第三睇手段啊，睇有冇方案咧，有方案要升職改善，但係講緊係。改善咗佢升職制度，係咪一定吸納到人咧？有方全場無論政府啦，跟住之後再睇咧，都見到解決問題有咁多嘅時候，但唯獨係我方方案可以短期之內已經增加到人手，有方全部方案都唔可行，真係唔該。三方第一方辯發言時間為3分08秒，無超時，需扣分。
接下來到晚上第一部分面，還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先生介紹致意。在座各位嚟講，富貴立上放立場，我哋都認為現時醫療系統人手不足的問題係要處理，即係手段不通。有方係強制留低機制，一方面難以實行，另一方面處理的成果即係眼前長遠問題更加嚴重。先講可行性啊，我公佈嘅時候問到有方，到底呢個方案會唔會違反基本法第三十三條？有方答會，所以要改。其實他哋都知道強制醫療服務一定年期呢個機制係冇辦法做到，因為違反咗基本法會面對司法覆核嘅風險。除了基本法之外，今天有方仲同我哋講醫護部門強制年期是互通，但係其實如果呢個機制底下各個專科增加人手數量就會出現不平均的情況，因為啲人會去曬啲年期較短的科，而少啲人揀強制年期比較長的科，所以呢個機制底下本身存在很多漏洞，根本不可行。再到成效，有方話人手不足，所以如果留低的話就會減少醫護的流失，聽落去好似嚟好理想可。我方引述資料指出，醫護離職最主要的原因是移民，但根據基本法，我們是不可以阻止他們出入境自由的。有方今天還說強制其實是可以做培訓，但其實培訓的話，他們在內外全科的時候已經實習了一年，去到專科的時候他們都會在公立醫院做多幾年做培訓，那你想培訓些什麼先做？為什麼香港會比其他國家培訓得更加久，或者培訓的話為什麼還要在香港，是為什麼公立醫院在私家醫院做不到培訓的呢？咁其實政府俾錢嘅話，俾錢，政府話要強制醫生留低，唔代表可以為所欲為喎。佢哋壓力大待遇差，先係令到佢哋唔想就嘅最主要原因啊嘛。其實我方都同意要處理人手不足嘅問題，但處理嘅問題方法係唔係使用強制嘅手段咯？要解決問題，我方嘅方案更加有效。例如醫學界議員林志群就提出約滿酬金嘅方式，鼓勵醫護留喺公營醫療體系，而為將可以同私營醫院搶人才，我方建議薪酬會比私營多最少5%。其實好簡單啫，大家只要用一個打工仔嘅角度出發，公立醫院嘅醫護工作比私營醫院多，當人工當私家醫院人工少嘅時候，有邊個仲會想留低先？最後係反效果，我方指出打擊醫科嘅暴力，例如香港牙科醫學學會會長黃志偉就憂慮啦，措施會影響學生深讀牙科的意欲，雖然年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亦都指出公院人手短缺，但提醒政府不要像牙毛整病咁樣，搞到令更多醫護人才流失，推動力就會好。最後想問友方出嚟比較我方嘅方案，點解一定要採取強制醫護嘅方案俾啲人留低咧？多謝各位。反方第一副辯發言時間為2分45秒。好，超時唔需要扣分。跟住我嚟到正方第二副辯，仲有三分鐘嘅時間，準備好請先生計時致意。
第二，頭先有風話咧，有好多位反方案啦，有風話可以加人工同加人工加到同私營醫院差唔多，但先唔講有方自己嘅方案嘅成效，一個都舉唔出。我方問有方呢啲方案到底可唔可以帶嚟短期嘅成效？有方同我有答唔到。就對比我方，實行呢個方案之後，每年都最少有300個專科醫生繼續留喺公營醫院工作。相比起有方嘅方案，一個數字都舉唔出。顯然我方嘅方案成效更加可信。睇完數字再睇落實。我方一副都同有方講咗，要走嘅專科醫生就根本無論你做乜嘢，佢哋都會走。要留嘅醫生，要留嘅專科醫生，無論你做乜嘢，佢哋都會留。今日可以解決到問題嘅方法有好多，但係短期嚟講，唯一嘅方法就係我方嘅方案。我方從來都唔反對令到醫護人員唔願意留喺公立醫院嘅因素有好多，但係一個方案唔可以解決到所有問題。當今日大多數醫護都同意引致人手不足嘅根因就可以歸咎於公營公私營失衡，而人手不足就會導致公營醫院嘅工作量進一步增大，會帶嚟更大壓力，令佢哋更加上手。咁呢個就係我方一直講緊嘅惡性循環性循環。對比有方，我方嘅方案可以係最直接解決到問題，舒緩公私營失衡，減少工作壓力。再不及有方口中嘅長期方案，長遠可以解決到佢哋工作待遇、職場環境、晉升機會不足等等嘅問題。先係一個真正全面解決到問題嘅方案。面對市民要公立醫院排期119個禮拜，唔係用最快嘅方案，唔通用乜嘢啊？多謝各位。正方第二場發言時間為3分08秒，補超時同取扣分。跟住係反方嘅第二副辯，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先向計時示意。在座各位，我哋雙方都有一道共識，就係希望留翻低啲醫護啊，事唔講可能性啊，違反基本法第33條，相信有方都知道噶。到成效，我方全場接出大部分醫護，而家變成最疑問嘅選項，係咪你哋嘅方案可以處理到？有方同學就話強制係解決唔到，但我哋嘅方案可以喎，我哋可以令到佢哋唔走啊，我哋可以留低佢哋啊。點解佢哋會走？因為有方同學嘅政策，佢哋本身唔想走，係你哋逼佢走噶。咁疑問嘅醫護咧，有方點解唔係令到佢哋覺得公立醫院係值得留低，而係逼佢哋留低？我方唔明白。英國早在2017年就曾經對強制醫科生畢業後要留在公立醫院作出統計，超90%人反對啊！而香港大部分嘅醫護都表示，因為酬薪待遇問題，甚至係成個制度嘅問題。如果我哋再逼佢哋留低，佢哋係冇走得咁快啊！有方見面必須回應。第二，我哋討論下有方嘅機制嘅反效果啊！兒童會會長鄭志雲表示，政府提出嘅措施仲可能過於嚴厲，哪怕你覺得員工大員工做嘢太辛苦而唔開心，其實後面有服務守則噶。想問有方同學，係咪有人就覺得醫護士氣低落，病人嘅權益點樣保障啊？所以立法會議員林志源表示，如果同事做得唔開心嘅時候，係咪有用呢？醫護無降警會繼續培訓新人，最後無可奈何，年紀一到就會走。退一步講啦，方案就算有人啊，反而有更大嘅反效果，根本係唔合適噶。第三，有方嘅方案同我方方案邊個更理想呢？可能加人工、約滿酬金、加福利嘅方式係會增加社會嘅負擔，但我嘅回應係應使得使，喺醫療方面係唔慳得噶。想問有方有邊個行業係逼人留低而唔係加人工啊？全球都爭緊醫護，佢哋唔肯留喺香港，點解唔值得一個更好嘅待遇啊？而且方案唔係我方獨有噶，獎學金有，澳洲有獎學金提供醫科生自願申請，但獲得獎學金嘅醫科生服務一定年期，如果違反就必須要留獎學金，唔係強制留低人啊。我方一般請有方同學解釋點解我方方案會比有方同學更加有效，有方同學就話加人工係唔可以。是不得，是不可以令到他們走的。有方政策的反效果就會逼走他們，跟你們的政策背道而馳。還有其他行業不是這樣做的，其實是不是得醫護人手短缺呢？香港各行各業人手都短缺，參考資料，警隊流失率高，而證監會主席雷天良就指出，當局招聘人手仍然相當困難，去年流失率超過10%，獨名初級專業人員就要一年離職，他們都有離職人離職培訓，警員有370宗嘅，有錢訓練，唔同政府部門都有公務員政府資助考察，係咪全部都逼大家走呢？我方發覺根本唔係㗎，證監會主席雷天良就話，今年加薪3.5%，而且改善員工生活平衡，最新每日有1日嘅可以做嘢。想挑戰有方同學，如果你哋嘅方法咁有效，點解唔將你哋嘅理念全部擺曬入人手短缺流失的嚴重嘅行業呢？大學嘅所有學位基本上都有政府資助，係咪所有人都要喺公營？
約自由辯論嘅環節，雙方各有三分鐘嘅發言時間。當某方發言時間用完，本人會宣布另一方剩餘時間，該方會自由派出一位或多位嘅辯論員發言，而每一辯論員都必須喺本環節發言。如果環節結束時，在場人士發現有辯論員未曾發言，我即場提出。屬實嘅話，該辯員所屬一方將被每位評判扣除評分。請問雙方有冇問題？如果冇問題嘅話，自由辯論環節而家開始。請正方派出一位辯論員首先發言。準備好小心問題時間。有方加人工嘅方，可唔可以減到輪候時間嗰場？可以啊，我幫我簡單嚟個問題啊，有人話，有人話你依個政策逼啲人走，唔想佢哋揀呢行，唔想佢哋影響收生率喎，點睇啊？咁你呢個措施要用嘅時間係幾多？用嘅時間唔係問題，問你一條問題啊，所有學資助學位嘅政府都係政府俾40万，咁係咪所有大學生都要服務公營機構一定要俾？點解用嘅時間唔係問題？市民條命要排到119个礼拜睇專科，呢個係咪問題？有冇同簡單問問題？點解啲醫科生會走啊？因為我哋人工壓力大，我需工人價嘅壓力大，我需工人要增加人手解決呢個問題。我方答翻我係咪119个礼拜排到排咁耐？呢、這個唔係問題。呢、這個係有問題啊！但我哋係要採取其他嘅更加好嘅方案，而唔係使用強制嘅手段咯。咁係咪其他行業人手不足嘅時候都要強制佢哋服務一定年期先？政府投放在醫護人員的數字是 絕對大過其他的行業，那為什麼這些醫生不可以貢獻給政府貢獻給市民？我再問你，其他職業他們都是人手不足，是不是全部都要強迫人一個是公共服務，一個不是公共服務，一個是保護全港市民生命，這個這麼大分別，為什麼可以不理你？有位同學，警察都是保護全港市民生命我出去有分離啦，佢話咧保護到就係問題，但今日有分要同我論證到警察嘅短缺問題同醫生一樣咁嚴重，然後佢要論證，因為警察係因為公私營失衡問題而搞到佢失業咯，所以有翻嚟同我講警察有公私營失衡嘅問題。有冇同學其實呢度醫護生走嘅最大原因係乜嘢啊？公私營失衡，警察係咪有公私營失衡嘅問題？咁點解啲醫護會離開先？咁就因為人手不足導致工作壓力大咯，所以咪要離開咯。有冇同學？但係呢個政策就係正正逼走啲人喎。都無論政府點樣逼走咯，講緊話係每年加到8个點樣逼走啊？讀醫嘅人有咁多，每年爭住入，點解冇人讀醫啊？最緊要你哋話限制一定年期，你哋冇講，你話根據人手人個譬如醫生，你可能限制係6年。跟住之後，護士限制係5年，咁你會唔會導致另外一個多啲人，另外一個少啲人讀啊？唔會啊，佢想讀咩專科，佢自己嘅選擇，佢自己嘅興趣，唔明點解？所以有方今日完全論證唔到啦。所以有方呢啲講過，再問有方啦，認唔認為直接增加短缺人手嘅公立醫院專科人手有成效？有方我問翻你啊，你點樣可以確保肯定會更加多人讀醫科，唔係俾你強迫先？有方我哋同論證係咪而家冇人信醫科？咁佢哋要讀嘅都可以去海外讀噶啦，咁海外都係強制5年啫，咁點解佢哋仲要喺香港讀啊？所以海外都係強制5年，今日香港強制讀過1年，點解？所以點解唔翻香港做？因為香港強制年期多過海外咯。今日講嘅係跟住佢一定年期咁樣做，仲講過要多過有方年期。咁你冇講個年期係幾多喎？一直都哦，咁即係有方同學，你都承認咗強迫呢個方法有效㗎啦。你都講咗好多醫生5年喎。你頭先唔係話要自由啊，又話困住醫生啊。咁而家你想點㗎？咁你嗰個如果年期短嘅，你嘅成效低；長嘅話，人哋去咗外國讀書啦。佢每年歸納啲補充學位冇成效，一年已經有多300个喎。香港有方同學簡單問個問題啊！呢個政策會減低收生率點算啊？應該會減低收生啦。今日要讀醫生嘅政策。有方要同我論證，因為強制而搞到讀醫嘅人數唔夠咧。有方要同我論證呢個咁有趣嘅事實啊！香港牙醫學會會長黃志偉就話會減低新讀牙方面嘅藥費問題。所以講得唔明啊！今日講嘅係想讀醫生嘅一直都會讀，所以講嘅係有方完全論證唔到啦。所以再問咧，有方今日見到原來咧只要2-3年就已經可以填補到空缺，點解冇做成？邊個講話2-3年就可以一定確保呢個成效啊？醫護註冊專科醫生註冊見到600名
專科醫生嘅短缺，一年之內可以培養到300個專科醫生，點解唔成效？咁邊個醫生講埋個名咧？醫護專科醫生查住佢一年畢業300個。有方同學，你知唔知有幾多人反對呢個方案啊？幾多個？咁有一大堆人喺醫院裏邊，因為人夠數因為工作量太大，所以令到佢哋唔開心喎。咁嗰啲人係咪唔使嚟啊？你都知道係因為佢哋太大壓力，仲要強制你，你唔會覺得造成反效果咩？唔會啊！點解唔會啊？你強制根本係咪唔開心咧？而家就係透過增加人手去填補呢個工作環境差嘅問題啊嘛。咁而家如果工作環境好咗之後，佢就唔會咁大咯。之前都講咗轉面，講咗個原因就係全部停職大多數就因為工作量太大啊嘛，跟住可以填補呢個問題咯。有班同學你頭先都講咗啦，其實佢哋讀專科都要留6年噶，咁點解仲要留多一段時間咧？專科咪唔需要分讀嚇？讀分讀咩啊？你頭先都講咗專科畢業前都要留6年噶，咁點解仲要留多一段時間咧？因為佢唔係讀緊專科，佢係喺公立醫院服務緊，仲作為一個普通科醫生，所以有班咧連畢業讀專科醫生嘅門檻都講唔到呢個位。情況二用盡期發言時間。預備時間結束，請先由反方主辯總結，你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先向嘅議員致意。
好簡單啫，下年開始我哋搞課活動，凡是揀辯論隊嘅寫到明，一定要打到中午先俾你走。點解啊？就人手短缺咯，同埋教練訓練咗你幾年啦，浪費曬嗰啲心血，你又唔打，所以逼翻你打咗幾年基本啦。情況就好似有方同學，總之有道德綁架，你有責任留低㗎。醫生係救人㗎嘛，辯論隊就有關係加入，就冇諗住退出啦。有方就以為醫生佢冇反對啫，都覺得冇咩問題。你攞個問卷問下我哋，我係好支持逼啲中一留低辯論隊幫我哋打㗎。但係問題係啲中一會點諗啊？咪唔開心咯。我方係違反基本法，有方我都答唔到。有方而家唔係喺學校啊，而家學校都有原則噶嘛，唔通政府要違反佢哋嘅法律咩？香港佢哋全場都冇解釋到。到後場有方同學都知道，其實啲醫生護士你逼佢哋留低，最後佢哋連讀醫科嘅動力都冇。有方嘅方案根本上只係趕人走，好似一個中一同學咁啊，本身係小學打辯論嘅，而家又想參加啦。但是你話一定要打到中午先運作，佢又想點諗啊？如果佢想參加其他課活動，佢咪冇曬啲自由咯？都係冇報啦，其實心血都冇埋啦，仲憑乜嘢留低佢哋呢？我哋都希望辯論都係有人參加嘅，有人睇下比賽，有人落下場玩下，有人又參加比賽，有人繼續參加辯論隊等等。所以我哋唔係咩都冇做過噶，我哋一再提出反方案，從主辯開始噴到加人工，甚至獎學金。到二副有方同學嘅方案根本就唔可行，有方話佢嘅反方案根本就唔大，冇有方同學反評方案成效快，但係我方嘅方案更加福利可以更好，可以更好。有方同學話我哋嘅會增加社會嘅負擔，但係你哋嘅方案係會逼人走，令到人唔開心，呢個反方案反效果唔係仲大過我哋咩？我方好公道啊！醫管局唔係冇做過嘢嘅喎。2019年啦，屯門醫院為咗答謝醫護，舉辦咗魚蛋燒賣打氣嘅小聚會啦。你係醫生護士，你敢唔敢當啊？喂，講加薪，點知魚蛋燒賣加辣油？但係如果係辯論隊咧，我哋搞啲聯誼活動，要教練車食雪糕，每次要準備一條辯題咁辛苦咁樣玩，大家可能會留低咧。今日全場有班同學即係數住一個估計，估計大家唔敢反抗，估計方法有效。但係方法真係有效，點解全球面對醫護短嘅情況下，大部分國家同地區都冇呢啲唔人道嘅方法呢？我哋學校其他課外活動都冇咩人參加㗎，但係佢哋都冇呢個方法。如果我哋先開學要求啲同學留低，我哋都好似有班同學咁，都解釋唔到到底點解一定要留低佢哋。嗰啲警察、公務員都係一樣嘅社會工，但係面對人手短缺嘅方法，面對人手短缺嘅時候，要用福利去引誘。但係單單係醫生同埋護士，一定要用強迫嘅方法，大家留低。最後各位，如果我哋審批能用其他方法去留其他人，去留人去打辯論隊，最後令到冇人去退出辯超，損失嘅會得我哋自己。但係如果用一個地方用盡咗方法，留他們最需要的醫生和護士，損失的是每一個香港的市民。有方同學，你承不承擔得起這個後果先？多謝各位。反方結辯的發言時間為4分03秒，無超時，無需扣分。最後由正方結辯總結，你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我事先提出一個事件。喂，對照顧多個病房嘅病人，疲於不明嘅情形，為在處理埋文書事務。做一個醫生不應該被要求做的事，這個就是在公立醫院每日上映的戲碼。在今天的環境底下，他怎會有醫護人員留下呢？主席，評判長方同學在座位大家好，公立醫院人手嚴重不足，公立醫專科醫生流出了高期，急症室輪候時間過長等等，這類系統問題數之不盡。公立醫院的工作環境差，薪酬和工作量不成正比，令到專科醫生乃至其他醫護都進入私家醫院或者去到海外就業。醫生的工作環境得到進一步惡化，形成惡性循環。現在我們要做的就是切斷翻呢個循環，解決公司生產問題。嚟到結辯呢個位置，等我先回應一下友方所問的問題。
其實移民潮呢個方問題咧，香港都解決唔到啊！中國根本就係、是、根本就解決唔到，咁點解仲呢個根本就係打我啦？咁加人工究竟有？因為有第二，今日有同學加人工，根本就唔定有幾多人可以留翻呢個公立醫院嘅上公立醫院嗰度做啊！呢、這個只係嘗試減低呢個流失率，但係根本就冇加嘅，只不過係可能性係冇量證過嘅。簡單問翻有班同學啦，警隊同埋有班同學，你哋學校嘅辯論隊究竟有冇公正性嘅問題啊？所以啱有班同學喺辯論嘅時候做出嘅類比，根本就冇辦法去類比到而家香港成個醫療系統嘅點啊！而家我用翻兩方面去簡單，去簡單，簡單歸納翻今場辯論嘅辯論第一需要性。關於一個同學佢出咗嘅反方，佢出反方係佢出咗加人工嘅反方案啦，甚至我將佢可以代替強制同埋定期嘅方案。咁而家我哋就由需要性出發，睇翻種強制話有啲咩好處。佢而家有大概300名嘅專科醫生，從各個專科畢業，醫學院嗰度畢業。如果實行到呢個政策，呢300名嘅專科醫生就可以即刻投入公立醫院，減到現時嘅醫療系統、醫療系統嘅壓力。而且要填補目前嘅學術名額空缺咧，只需要不足3年嘅時間就可以解決到，做一個短期措施，跟住咁高嘅成本效益。對翻而你哋有方所提出嘅加人工，反而係一定論證到佢哋嘅成效。咁點解仲要有紅嘴喺雞蛋入面挑骨頭？為咗今次比賽嘅輸贏，要保證呢個政策嘅效益咧？第二時間啊，對於咁大嘅龐大嘅醫療系統，我從來都冇講過話用一個政策就可以解決曬全部問題。我其實都知道今日有同學嘅憂慮啊，我哋斬腳趾避沙蟲，但係有方嘅眼裏面，喺我方嘅有方眼裏面斬腳趾避沙蟲，又係唔係真係冇任何嘅幫助咧？點解見到咁複雜嘅問題，自然就要用唔同嘅方法嚟解決？我其實都講過嘅，強制留人只係一個短期嘅措施，當然啦，我哋會用其他嘅方措施去成。去改善整個醫療系統，但係目前呢個系統係最快捷嘅方案嚟嘅，已經係醫療人手短缺問題十分緊急。即係有翻同學你啱所講嘅長期嘅措施，加人工咁樣嘅都係屬於長期措施。雖然係可以喺今年去解決問題，但係現時嘅醫療系統已經面臨崩潰，就而且啊，加人工唔夠私營嘅醫院嗰度夠多。究竟可唔可以即時解決到而家嘅問題呢？即使可以解決到，咁我哋攞相關績效兩樣一齊做咯，根本就冇話，根本就冇講過話，只可以用一個方案。如果等到有同學呢啲嘅成效嚟嘅，甚至乎都已經走曬啦，即係原本有同學在座各位嘅聽完今場嘅比賽嘅，好似入咗一個陌生門嗰度。我哋已經唔係為咗公共利益斬釘截鐵，完完全全咁忽略咗醫療嘅感受咧。但係調翻轉頭諗啊，我哋中國可以感受到九星嘅市民點解效率咁低嘅制度，效率就係咁低嘅制度去受盡煎熬咧，都唔可以啊！而當一個問題出現到兩班只係身份高嘅市民針鋒相對嘅時候，咁呢、這個我哋就應該要審視翻今次佢哋兩個共通點，就係呢個醫療系統嘅制度，即係政府由上到手由長期拖到短期，就係要製造一個真真正正嘅公營醫療系統。多謝各位。正方協辯的發言時間為4分14秒，冇超時，無需再發言。比賽嗰段落，請大家留在原位稍等一下。想先提一提評判，最佳辯論團體需要額外評分。請各位評判只需在今日8位的台上辯論當中，選出表現較突出的3位，再分別給予分數。最佳一位填30，次佳一位填20。餘一位填10，其餘位同學唔需要填寫。
是會收集半嘅分子，攞去中央嘅解分室去解分。正反雙方可各派一位裁判代表去監察解分嘅過程。但其實原來背後的邏輯是，原來只要政府俾咗錢落去，
就應該服務呢樣嘢，你想打呢樣嘢嘛？例如大學或者大家講中學都好，你唔使交學費嘛。你個邏輯應該係呢樣嘢嘛？你點會對面話啊唔可以我要俾就俾佢耍鬥嘅咧？係咪？咁呢個問題就係、是、好啦。咁反方你唔識追，咁正方你得唔得分？我又會覺得你又唔能夠說服到我，你呢個回應係好有力嘅回應。咁就見咗係反方佢又失分，但係正方你又得唔到分。咁其實打個和之後咧，好多時候我都覺得可以自場去打和，而個拗係冇意思。其實你再推落去係可以好多嘢去對抗拗唔開。另一個拗咗好耐咧，真係聽到我都問啲嘢嚟。咁究竟醫護流失嘅原因係啲乜嘢？我唔明一自由辯論反方你要無端企起身問你。咁今日醫護流失嘅原因係咩啊？咁你要論證咯，聽醫護流失嘅原因係咩啊？係咪啊？我係唔明呢個位係大家拗嚟拗去，咁究竟不斷又話啊，今日唔係嘅，佢移民啲因素唔係辯題好嘅範圍嚟嘅，咁樣咁正方根據嘅邏輯咁移民嘅話，咁佢索性唔會入行啦，係咪？咁你嘅方案應該係冇用嘅喎，反方又唔識追啦。好啦，咁反方啊，你話你醫護流失原因話係因為移民，但係講方法又話咩人工福利唔好，咁又可以咩啊？一副係最明顯嘅，即係你對於嗰、那個啲人點解要移民？點解唔做嘅原因咧？頭你嘅發言嘅頭中尾，即係每一部分有唔同嘅講法嘅。咁究竟啲人要移民嘅原因係啲乜嘢？唔係要離職嘅原因係啲乜嘢先？係唔係薪酬待遇先？如果揾到資料，移民同埋佢離職係因為薪酬待遇，而今日改善薪酬，咁你又已經論證到啦。嗱，又唔知拗緊啲乜嘢。咁所以一個問題就係、是，除咗條線定得唔好之外，另一個原因係大家去揀啲市場嘅回應嘅時候，你都冇諗過點樣追問落去。又或者冇諗過點樣用一啲強啲嘅資料、強啲嘅講法落去，只不過講嘅口水戰。今日點啊？今日係咪移民啊？咪移民唔係別人嗰個範圍入邊喎。咁今日原因係啲咩啊？原因係差唔係喎。今日原因薪酬唔好喎。佢話唔係喎，培訓到公司亦都有培訓。一來一往咧係冇意思嘅，因為我判唔到你勝出。咁我呢個係最主要嘅問題。咁然後對於雙方嚟講啦，即係講一講啲意見啦。正方我覺得咧個問題就係、是。你的方案呢其實是都定得幾久的，坦白點講，因為就話唔同的行業就唔同的專業就唔同的年期，係咪？基本法你又可以違反啊咁樣，跟住然之後咧入邊嗰啲咩誒離職啊咩嘅原因，你又完全唔回應，即係政府方案基本上咧係冇方案嘅。佢就話今日強制留幾耐政府話事咁樣，咁反方你係咪應該都要質疑一下喺佢嘅方案入邊？個年期嘅問題咧，你係嗱中間有嘗試過問嘅，但係你應該追啊嘛。嗰個理論難位係，如果你短，啲人冇用啦，唔低啊嘛，係咪？如果你長，咁就係好侵犯人權。邊份工係就算僱員合約都唔會簽十年嘅啦，係咪啊？其實呢啲兩難位係應該要追啊嘛，同埋又唔追。好啦，佢話根據方根據而定，咁你起問啦，咁我問你啦，譬如剛科啦，咁樣咁要等幾耐？你俾個數字嚟聽下，佢又唔俾，即係你點解可以令到正科論證站唔成出嚟？遊走得夠唔緊要咧，咁我覺得呢個係即係個問題啦，情況我唔知係策略啦，定係真係冇諗過啦，但係係有問題嘅，我覺得呢樣。然後另外就係甩線啦，係啊，即係你個方都雖然係培訓啦，但係係唔應該甩嘅，係啊，即係你話培訓嗰啲嘢，嗱前一場咧咁啱我哋呢個位嘅隊咧就講咗好多啲培訓嘅嘢，誒例如話政府咧係因為有好多專業嘅國際會議、國際研討會，而且會處理更加多複雜嘅手術。所以他們咩權威的數目比較多，所以留在公立醫院的培訓的機會是多一點的，你起碼都給一些課、就是、你不要這樣說，原來除了對面一句問你私立醫院不可以培訓，那你就完了，行不行？那你沒理由、就是、我知道是培訓，就是培訓你都要打，但是我們不然就沒有力出來，還有你的方法你 都是推不到惡性循環的感覺的，你的感覺就是最終變成即時快捷，我們三百個很快的，但是方法你不是想打這件事嘛，你想打惡性循環那件事嘛，是不是？那個循環進去那邊一結變都未出來的循環，是那又是整條線都執行不到，又是擺在那，那整條這麼難的線就執行不到，那個意思是什麼呢？那我覺得這個是正方的思考。那反方呢，反方的思考是什麼呢？我覺得反方給我的感覺呢是前場的時候的回應是好一點或者是入局一點，但是到後面呢就越來越密，越來越知自己條線同埋唔知要攻擊啲乜嘢，係有少少打到迷咗嘅，係啦。我覺得最主要其中一個原因係因為你交代得唔清楚，究竟你哋嗰、那個即係醫護流失嘅原因同你哋論證條件係嘅關係。如果你好簡單就見到佢流失，因為薪酬唔好，我哋薪酬好就搞掂，係咁咯。但係點解有好多咩疑問
神啊，咩滿足感啊咁嗰啲啊，加到滿足感係救人嘅滿足感咧，硬包嘅滿足感先係咪先？即係你個原因唔清楚，以致你論證唔到咯。咁當然反方嘅問題都一樣嘅，係都係甩線咯，係啦。甩線嘅問題係啲咩咧？就係、是、你話咩放低佢入職嘅意欲啊，去揀啲冇咁耐嘅專科，其實好強嘅論點，對面都答唔到你係咪？又冇回應過嘅係咪？前面講咗好多嘢啦，咩啊流失咩滿足感，咁你滿足感想點咧？你要落去咧，後面又係冇咗嘅條線，咁又係啦，你明明好難嘅線，但係你執行咁嘅意思係啲咩？咁反方嘅反方案就係用一大堆啦，短中長期好好聽嘅，係啦，咁但係唔知咧短中長期最後又會變咗只係加人工啦，係啦，你啲中長期咧基層醫療講未賴講啊嘛，又變咗啲變啊，走去講辯論所嚟嘅喎，做乜鬼啊？你講翻你短中長期係好，係咪？咁所以個問題就係你又甩咗你嘅方案啦，咁所以總括嚟講，成場比賽即係牌面上面去睇啦，感覺就係雙方打口水戰，即係你講一句又講一句嗰句講。有時我教啲學生咧，即係每堂常規訓練咧，叫佢用五分鐘去練題，之後自由辯論咁樣，就只係咬一句咬一句咬一句，咁係唔好睇同埋冇意思嘅對佢嚟講。咁至於啲技巧上面個別嘅嘢，我覺得就係、是、公辯環節咧，兩個答都答得太差啦。即係固然攻都話係攻得好啦，但係答嘅時候咧，如果你唔識答咧，你就輸走，係啊，唔好停喺度，係啊。我覺得兩雙方答呢個公辯都係答得太差，同埋佢啲問題都唔係真係好難嘅啫嘛。其實你有得回應喎，點解會俾人撳住嚟嘅咧？咁呢個我諗你哋要留意啦。自由辯論一樣啦，不斷攻不斷噴，不斷攻不斷噴，係啊。我唯一差嗰個戰場就係嗰個警察嘅戰場，好似係最明顯嘅戰場。咁。又有啲問題啦，咁同埋即係我平時都有句，我唔係打開結辯嘅，但係今場結辯即係我比較想 comment 嘅就係、是、反方結辯你個故事實在太長，長到你係無視咗場比賽。其實今日無論對面打咩論點，你罰好多嘅轉述咁結辯除咗係要跟到，咁但係你都應該要回應多啲場比賽發生嘅事啊。正方結辯都係一樣嘅，其實一啲對面最主要嘅立場冇啦。你不斷係咁噴，就係你自己嘅組織好差咯，本身我覺得。咁我覺得呢啲問題係即係要討論咯。咁我覺得總括嚟講就係、是，即場比賽唔係唔好睇，即有啲位係幾好睇、好笑嘅。但係個問題係，其實呢條辯題係一條好簡單嘅政策題、資料題。即如果打到最尾打到咁樣有啲散咧，我覺得係即有啲嘥。咁呢個組織上嘅問題，我雙方亦都要去即處理同埋傾。攞咗分子嘅勝敗，好大機會就會變咗係一啲即係其他可能 present 啊、組織啊、風暴上面，因為大家個邏輯或者嗰個內容都唔係真係好有凌駕性嘅優勢，咁就有啲唔夠嘅。好，多謝曬。唔該曬何先生，而家再請香港教育大學辯論隊前隊員黃志成先生給予參與今次比賽。好，咁咧。咁咧，我啱啱都有我哋講啦，今場比賽其實我覺得大家嘅演技上真係冇問題，但係喺一個準備上面咧，特別係比較上一場，即係嗰個去到後面嘅時候，我都唔係好需要點樣特別去發揮啲嘢嘅時候咧，就係發覺由你哋即係證明就你嘅主線上邊人領區都進啫，所以我都唔想去抄低啲咩去幫助我。知道你下一步，即係你部署，你哋好多時間反駁對方啦，你唔會嘅大部分嘅無論係戰場啦，都係為主嘅方針，即係正方打好似反方啦，咁反方就唔知點解喺瘋狂面頭問題啦，係啦，咁我就覺得好神奇嘅，覺得呢場比賽就覺得係好係啦，係有啲同上一場嘅感覺係完全唔同。咁你正方指正方嘅方案啦，我覺得係有好多模糊嘅。咁反方其實係可以嘗試去追，但係我就覺得係，但係喺呢個情況底下，其實咧正方都可以追翻你哋反方嘅方案嘅時候咧，而反方淨係講加人工咧，我就覺得真係有少少弱啦。即係無論係明明醫管局做咁多嘢去挽留人手、改善工作待遇，但係點解喺香港最後竟然唯一出路竟然係加人工咧，挽留翻醫生嘅出路？出路咁我就係好百思不得其解啦，即係明明有咁多分流措施，咁你點解最後淨係揀個加五個巴先？咁你又證明嗰個成效嘅時候，你呢個反方案係咪真係
住你仲要話你係要解決個核心問題，但係你點樣解決你嘅移民問題咧？即係南方問題，即係無論係移民問題啦，或者係講緊佢哋待遇唔好啦，係啦，工作環境唔好啦，咁但係同你嘅人工係完全冇嘅，可能待遇好啲嘅，佢啲人工都冇嘅。咁所以聽到佢哋個反方案係幫緊你用盡個翻譯成為中，即係變成咗可以對方正方幫你攞方咁樣，真係你都冇辦法解決核心問題。係啦，咁所以呢樣嘢就係令到好神秘嘅呢場比賽，好迷嘅一個位置。咁第二個好迷嘅位置就係個反方佢，即係我聽司法都係你嘅時間，咁可以司法覆核，點解唔可以司法？點解你哋淨係停留於同對方講？咁我先有新聞好多，點解你係淨係停喺呢一步嘅？咁到底司法覆核會造成啲咩影響？你可以講一講咧，即係就算唔需要好詳細咁講，但係你哋既然都作為你哋個點啦、主線啦，係嘛？咁我預期你哋係會準備更加多去演證你嘅司法覆核啊，會造成啲咩影響啊？或者更加詳細嘅，對呢個法律點解？即係其實就係翻翻去一開始嘅問題，就係到底個既然你如果你想比賽為主嘅係講喺自由啦，講喺法律上面，咁我覺得預期你哋就係用呢方面嚟做比較充足啦。如果同樣嘅正方，如果你係想講你哋去解決人手問題，咁我預期你哋嘅論證嘅門檻，我起碼最低 set 俾你哋就係你哋想解決邊一個部門嘅人手問題。你而家加到嘅人手可以快幾多？你起碼可以好簡單、好快咁樣喺你個論證上去證明俾我啦，或者係司法覆核上面，到底司法覆核會唔會係拉長咗啊，或者係造成咗以後嗰啲真係揾我哋咁滑坡咁樣，就係呢一行可以咁樣做，即係其他嘅公共嘅行業隔離又係會咁樣做，係咪真係會出現咁情況？我哋要嘗試下都係用你哋嘅即係準備資料去論證咧。但係呢個好明呢、這個問題啦，呢雙方嘅論點啦，喺你哋嘅即推進當中啦，都係係消失咗嘅，係啦，而係反而去圍繞住邊咧，就係、是、雖然係精彩嘅，我覺得係即係喺你哋嘅遊説上面可能講下嗰啲，即係無論係你哋講緊嗰啲反方案嘅成效，其實咧一樣，即係反方所講啦，你哋反方案強更加強制咯。又或者係誒對方俾人質問係嗰個佢海外醫生係正方俾人正方講嘅海外醫生翻咗嚟仲快啲可以做嘅時候等等嘅一啲嘅講法，我都覺得係你哋其實可以試咗好多嘢，係啦，特別係因為你哋有嘗試試咁多嘢嘅時候，就覺得你哋主線上面會反而比起你今日場上嘅表現上真係存在感好低啦，你哋兩雙方提出嘅，所以其實係去到後面嘅階段啦。我會大多數都係淨係聽你哋嘅口述，而因為缺少咗嗰個資料支撐啊，兩個嘅兩雙方嘅論點其實都唔係去得很遠，即係無論係嗰個惡性嘅循環啦，定係你解決方案嗰樣嘢啦，都係唔完嘅，都係做即係做唔到你哋想象中嘅嗰啲故事，係嘛？跟住係同埋就係、是、亦都會發覺就係你哋喺一個位置度好多時啦，你哋有嘗試去落辯。但係你哋去到結辯嘅時候，你啲結論係消失曬，而兩邊嘅結辯都係好似都前場嘅內容一二三個位，每人都翻轉出嚟咁多次咁樣，咁好似呢場比賽就兩方嘅結辯啦，都冇對成場比賽有嘗試去做一個總結，無論係你有總結到嘅，即係你都認同人手唔夠啊，或者係都冇一個嘅總結啦兩邊。而且我都認同正方結辯所講的，其實是可以全部一齊行的，我覺得就算上一場比賽，我都是咁認同。但呢個説法會太遲蠢咧，我覺得。即係其實你都唔使話打咁膠仗嘅啫，一開始同我講話，你啲加薪工加二加啦，係咪？咁你嗰次俾內地嘅同事，咁我都係要人手嘅。咁有咩？即係兩個冇衝突嘅方案，其實就係唔明白點解你哋要嘗試塑造到係醫生同市民地嘅一對立場，即係雙方都唔知乜塑造緊呢樣嘢。嗱，一係醫生嘅自由得到保障，一係咧又係市民嘅健康咧得到保障。我真係聽咗咁耐，呢、這個都係唔明白，點解要幫佢哋架喺一個好對立嘅位置？咁我覺得係可以發揮得更好啦，特別係結辯有準備過。其實你全部正方結辯，正方結辯有講過，其實可以一齊做。咁點解唔同佢做結賽咧？即係有更加其他方案，同埋唔係諗住解決所有問題。咁點解正方唔早啲出呢個立場咧？
咁相反就係反方，如果你覺得係自由係由就一個凌駕性啦，或者係即係唔可以自由，咁你就要同我解釋得好清楚啊。咁你嗰啲司法覆核之後出現嘅問題咧，唔係話同人哋就冇資格去講話邊個會法醫有效咧，係。咁我覺得呢個位置係呢場即係呢場比賽雙方喺嗰個論點同埋嗰個知識上面做得比較成熟嘅方啊。咁我兩邊嘅。唔該曬，最後有請基督教聖約教會天樂中學中文辯論隊教練葉偉俊先生及辯論詞嘅解説。好簡單啦，咁呢條辯題啦，佢講緊本地呢個轉貨不如啦。咁兩邊都去到後場嘅時候咧，都唔能夠同我講到一個好清晰嘅定義啦。好似兩邊都會喺度啊，到底天科畢業啊，或者六，即係我特別咧去到啊抄低嘅。他們去到這個二副的時候奇怪一個就說即其實好像你們的對於專科即那個階梯沒有一個很明確的認識沒有一個很好的認識那你們搜集資料方面的少少的流程就譬如說反方跟我們 說就說培訓了六年還培訓了什麼東西啊這個問題你們可能不歡迎拿出來說或者你們即係拎翻出嚟講嘅話，其實都有分啦。同埋第二樣嘢係，你哋有提及過咧，二副嘅時候咧提及過話，當嗰兩年嗰、那個年期啊，嗰啲當實習啦，即係服務年期當實習咁樣用啊嘛，有提過啊。但係你之後可能諗一樣嘢就係話，其實點解又要當實習呢？佢成為專科醫生之前，其實佢都已經做咗六年住院醫生啦。咁所以你當實習呢、這個說法會唔會有少少奇怪呢？會唔會諗過第二個詞語都淨係用個服務一定年期，會唔會好過你用實習呢個字呢？所以啲字眼要斟酌啦，因為如果唔係，我就覺得會有少少奇怪咧。即係你已經實習咗六年，即係註冊醫生嗰度已經做咗六年，你再做多兩年實習，咁就好似有少少奇怪啦。好，跟住咧到我覺得咧科學推測上咧主辯特別係反主嗰個三個短中期咧，要小心留意，因為其實成場你講係你嚟去打你去開個戰場，開個方案俾人打同佢拗啦。咁但係我覺得嗰度有啲唔係好清晰。其實你成份稿最重要嗰個位置，其實反而係嗰個反方案，所以有少少聽得辛苦啦，即係唔係聽唔到，但係聽辛苦。同埋東辯反方今日咧成場個問題就係、是。好像由主辯公辯的時候已經沒有其他兩個方案禁制，即是中期和後期中期和長期的方案都沒有禁制，就是不斷人家問你人家不是只是錢那你就只是應錢，但是你明明是有中期和長期的方案去打嘛，其實他你就可以避，即是你拿中期和長期出來打的話，他就可以避了一些問題而不用那麼難少，即是你不用被人贏分那個錢那個位置。跟住同埋咧，其實你哋兩邊都有個共識，就係長期要改善工作環境噶嘛。其實你哋長期嘅方案同人哋係最終都係一樣噶嘛。咁所以我自己覺得正方一係就拎埋嚟，一係就反方都話其實最長遠嘅方案，正方應該係要拎嚟用嘅。正方係解決燃眉之急，但係你同時間都要改善埋嗰個工作環境，你兩樣嘢雙軌並行咧。你才能夠去做到一個更加好的醫療體系，這個是你們今天要說的聽的 picture。 但是我都同啱啱上一個講，其實可能易付出，即我覺得不應該前人出的，但是因為前人出就有些太過分了，但是我覺得易付了那個位置出就對了。基本法那個位置就我自己都有看過，即有 track 過一下呢，執業之後其實對方認呢，我給了分的就是說大家都是做醫生，大家的本質都是一樣，是這個我拜，但是反方其實你就可以回砌執業之後的業績，不單止是本質上一樣，而是他們可以自由選擇他們的職業，即或者自由接受他們的職業，而不是被人強制。那這個是根據歐盟人權憲章來說，所以這些你資料搜集上你說得人權，那倒不如找多一點資料去 back up 你自己的後場。所以這個就是你們剛剛交通得不夠好看的位置，就反而就會被正方漏分，因為我覺得基本法這下是 OK， 即是那個分會高的，但是反而就這樣 mess 那就不夠好的。
跟住仲有就係、我有少少覺得我自己覺得咧，主就係開戰場開得，即係我會期待係主辯論開戰場開得好靚啦，跟住二副就加分啦，跟住結辯咧，我通常都係用一啲昇華啊或者講故事會好啊，但係今日雙方嘅結辯啊，就唔係特別哇做到一樣我想象中嘅嘢，因為每一場辯論我都會好期待主辯結辯講故仔俾我聽，或者講啲好靚嘅嘢俾我聽啦，但係呢兩場即係呢一場兩個結辯都做唔到，所以就有啲輸蝕，即係可能有啲強隊嘅話就嗰啲結辯會突然間拉高咗成個分數，所以就要自己可能練下或者可能參考一下啲片段咁樣咯。咁就同埋咧最後講埋少少咧就係我警察嗰個位咧，我自己覺得係有啲奇怪嘅，你講奇即係反方啲警察出嚟講嗰個位咧，就其實正方你不如直接打佢，佢都冇直接競爭對手，雖然同你而家即我掰你冇即係冇一類比呢樣嘢啱嘅，但係你會唔會直接話其實佢都冇競爭對手，佢加薪咧根本冇想象中咁有效啦，因為人哋講話正警察要加薪就得啦嘛。但係其實可能佢哋除咗加薪之外，佢工作環境都要考慮啊。咁你回咗佢嘅話，咁就可能冇即係冇咁核突啦。同埋即係反方又講過年期短、年期長影響咗多少人嘅問題啦，即係多少人讀科嘅問題啦。但係其實好簡單嘅啫，你回佢咁。急症室嗰一科，急症呢一科本身都少人讀㗎啦。你年期長短都好，其實都唔會影響多少人讀㗎嘛。本身都已經少㗎，其實就唔會特別，即係佢唔會係年期短影響咯，而係佢本身嗰科難，就即係辛苦，其實少人讀啲。所以呢個係你哋啱啱嗰個位唔好啦。咁如果反方最後咧就係嗰個警察嘅例子，其實上場有個更加好嘅例子就係律政司嘅。就係話律政司其實都好多嘢做啦，好多忙啦，咁係咪我哋要拗曬啲人翻嚟啊？嗰啲即係強制拗曬啲人翻嚟啊？嗰啲咯，所以就我想上場係同意嘅，所以我睇一睇上場都呢、這個例子打得挺好。所以如果有咩個人問題，可以上一間場就係咁。唔該曬三位嘅評判，現在由我嚟宣讀賽果。首先是最佳辯論員獎項，今日的最佳辯論員是正方第一副辯梁柏希同學。恭喜曬！今日的辯題是港府應強制本地醫護專科畢業後在公立醫院服務一定年期。對賽雙方為正方聖保羅書院以及反方佛教沈德林紀念中學。今天的賽果將會以票數作計算，比賽結果為3-0。換言之，今天由正方聖保羅書院勝出。